Hello，大家好。一个礼拜到彰化去做个稻米，没有看到他们，一个礼拜就辣椒都已经长高，顶到了网子。今天终于回来山上，第一件事情就把辣椒全部先定死了。也不管它太密或怎么样，反正说先定了再说吧。因为这边还有洛神玉米，还有丝瓜，一缸子都还没种，还真的辛苦了。那这边呢是草莓，草莓是还好，草莓可能还是缺盆子，可能还有将近有十株吧，所以可能最少还要再买两个长形的盆子，才有办法把草莓呢，做最后一次的定植，那就准备秋天的时候吃草莓去了。好了，这是我们疫苗疗愈的部分，那到这边先告一个段落。那等一下呢，要先去，因为饭已经煮好了，等一下要去喂鸡了，那待会再见喽。